厄运呐，我看到一个大雁在南非呀，万南飞呀，大雁在万南飞呀，如果万南飞的话，表示北边，天气冷啊，北边天气冷，在万南飞呀，南半球的那个大雁呢，在往北飞呀，也就是说，那么怎么说呢？南极和北极都冷，南极和北极都冷。非得是个算出来的风啊，算出来风啊，形成耳鸣的啊，也就告诉大家啊，现在南极和北极都冷，气温都冷啊，原因什么呢？原因呢，很多飞碟啊，来到地球的时候，进出都是从南极或者北极，从极地进出的，所以那边的温度就低啊，告诉大家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